谢谢莎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品玉 Pinny's Channel。今天呢，要来揭晓一下，我今天把我家的猫咪都带去洗澡剪毛啦。五只里面有四只带去的，那大家来揭晓一下它们现在长什么样吧。你可以看到，现在是我们的可爱的剃毛后的妮哦。你能想象它是原本长毛的样子吗？是原来小猴子吗？你看它的手，穿靴子，尾巴都变逗猫棒。你们不要以为妮欧很胖，它其实很瘦哎，瘦瘦小孩，瘦不拉几的。品玉家最瘦的猫就是妮欧，剃毛后的妮欧，光溜溜。不觉得头很像 P 上去的吗？卡通人物，P 上去的你哦，小小小，看脚底毛是超干净的，小肉球。皮，我要沙皮狗，很可爱。两兄弟剃毛的真相，什么画面？终于没吵架了。但其实东东剃完毛也算是很帅气的，看看，帅，帅，真的很帅。用洗手刷，东东的脚底是黑色的，然后有一点点粉红色，黑色的，逗猫棒。有小舌头哎，好可爱哦！有看到小舌头？你看脚为什么放在你妞的头上？阿东，这个画面其实蛮好笑，它变好瘦。其实我家猫没有很胖，它们其实蛮瘦的，都是毛。之前很多观众都会说什么你妞看起来很大只，它其实真的很瘦哎，像难民一样。东东也没有到很胖，这两只其实在我家。五只猫里面比起来瘦很多，这到底什么画面？接下来是万人小可爱刘 Q 咪，你看它剃毛，好可爱哦！尾巴薛猫尾巴变成了鼠尾草，它现在想跳走，抓好，来，小宝贝，来，这是怎么系？没事，可爱，剃毛后的 Q 咪，然后有小肚肚，那碰到肚子它会生气，脸还是圆圆的，很可爱啦。然后手穿小靴子，啊，乖，没事，好可爱哦，现在好可爱，何必来？展示一下，它尾巴很可爱。我家最胖的 Blue， 剪毛还要加钱，因为它太胖了。眼戳了，像是在拍我吗？真的，头大大的，好可爱，圆圆的，肚子是有点肉。
爽哦，爽爽爽，爽爽脸。巧克力豆球，尾巴。其实它们尾巴都是蛮细的，所以毛的关系，看起来好像很粗。把它翻过来，过来，扎实，要坏掉，摸这蛮好摸的，因为很有肉，它是小老虎哦，叫它小老虎，它穿老虎掌，老虎掌。我家唯一没有送去剃毛的就是比比，因为他非常的害怕人，所以为了避免让他惊吓过度，他就是免于剃毛之危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是比比剃毛后会长什么样子？我觉得跟布鲁差不多吧，就是肚子大大的，头大大的，好像脱了衣服一样，应该也是蛮可爱的啦。继续努力让他适应人类喽。那以上是我家四只猫咪送去大美容后的样子。是不是很多猫粉们意想不到啊？其实像你也有看到非常的瘦。好啦，那喜欢我的影片朋友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